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信豪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豪。今天这一部影片我们带来的是《图伦打野》的一个实战解说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尝试着使用图伦来打野，然后我带的这一套装备呢，我发现呢算是蛮强势的。不是说很强势，但是就是你的生存能力很够，然后续战能力很强，你可以很有时间的一直把被动叠出来，进行很持续性的攻击。那也不容易死，而且对方呢这一次呢是拥有的高伤害的一些射手，还有这个瑞克、哦。那经过我这次的几次的实测下来呢，发现这一套装备呢的确可以抵挡得了啊，蛮多的伤害、啊，而且本身的伤害呢也不会不够。那这边可以看一下、哦。我们呢虽然还没上市，但是直接过来先电掉了对方的法师。那么队友美娜血量很残，这边搭配拉兹还有凡恩超级控控组，我在这里一个一技能收掉对方的这个赞尼尔之后，夸克也紧接着人头落地。这边看到对方林地算上市，但直接黏着他大招就直接也还没好。我们拿了一个四颗人头，但是重点是我们还没上市啊。刚才有没有看到，靠着我们这个图伦不断的叠出被动啊，疯狂的袭击着对方。那图伦这个角色呢，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有拿来打野啦，但是之后的打野角呢太充沛了，所以呢就没有那么多人来。那图伦的被动我们稍微的讲解一下哦，他的被动就是使用这个技能之后啊，他可以呢有这个雷鸣印记。那他呢这个雷鸣印记呢，飞出来的时的这个攻击对象啊，如果那个野怪啊他没有攻击你，他是不会先攻击你的，他是不会去攻击那个野怪的。那这边再一次的把对方的人头全部收干净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假如说我经过雷鸣印记，我经过灵魂猎鹰旁边，或是我经过了这个野怪，只要不打他，那这个印记呢都不会去打到对方，不会打到野怪身上。那如果呢附近有英雄的话，他会先选择英雄。那如果把雷鸣印记都打在这个，打在这同个目标上面，它是会衰弱的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直接粘上来啊、哦，看到了对方的法师想很残，这时候夸克把我抓过来，但还没上市啊。他如果上市有吸到我的话，可能我会嗝屁。对，因为我现在的这个血量状况不太好。那他的一技能呢，雷电光束啊，朝前方发射三道。啊，这个光速那可以一次叠到三层。对，那如果呢敌人呢同个敌人被这个光速，就是一次被三个光速打到，那剩下两个光速只会造成 30% 的伤害。那他的二技能呢，这个、二技能呢可以叠出两层哦。但是呢这个如果呢在五秒内呢他还有在受到伤害的话呢，他敌方呢是可以造成这个 90% 缓速的，这算是唯一一个图伦的一个算是控制技能啦、啊。那么他的二技能的意思呢，就是只要呢你的二技能命中到二技能会开启两段法阵哦。那如果呢在五秒内呢这个敌方英雄受到这个法阵，没有，比如在这边叠了一次之后，我们再往前进，他又被叠到了之后，这个时候他就会被缓速 90%。其实 90% 算是蛮多的、哦。那再来呢，他的这个大招呢，他的大招呢是算是一种斩杀的效果，可以造成额外的 30% 一损生命的伤害。那如果他不是打在英雄身上的话，他会对非英雄单位造成一个击飞的感觉。这边这个图伦的血量不是图伦，是赞尼尔啊，搭配我们凡恩直接做一波的收割哦。所以图伦这个角色呢，我们呢非常非常的强调他的进场时机哦。虽然说他，这个怎么讲，他的这个主要的攻击都算是近身搏斗啦，但是我们要先抓好一个可以叠出被动的时机点再进场，因为如果你还没叠出被动就进场的话，很有可能被对方的人哦进去就直接蒸发，所以不要第一个时间我们就抢着要进场，你知道吗？要乖乖的排队入场，你一时间抢着入场进场的话，你就是蒸发的这个结果。你看像这里叠到四层之后还没有被动，我们就不要急着进场，除非你很有把握
这一次进场之后就可以叠满被动，但是他被动就五下位。这边看到对方的纳塔亚，我们直接用二技能拉到纳塔亚后面，不要吃到他太多的伤害。那这样一个大招打过去，发现对方的哇哇哇玩瑞克靠过来，我马上进场躲避。那瑞克为了抓我呢，吃了凡恩的很多下技能了、啊。那这边马洛是一个雷魔印记啊，不是，他叫雷魔阵啊，直接跳下来把对方的阵的一个东倒西歪。但这一波的话，我们队友的血量算是都不太好，所以推掉一座塔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次的出装奥义吧。这一次的出装，我选择携带是打野斧哦，走一个坦型的路线。这一套打野装备蛮适合这个新手的。那这个战鸟想飞，我一个千军雷鸣啊，不知道打到哪里去了，感觉是一个很遥远的祝福。对，那这一套装备呢，我讲比较适合新手，或是适合比较操作能力还没那么高的小朋友们哦。因为你不容易死啊，因为第一个打野斧呢，增加了很多的这个物理防御、啊，还有一点血量。之后我们再带出生命法杖，好，增加一个续航力、吸血的能力，还有最后你快嗝屁的时候，还可以叠出这个被动来，还有一个护盾。那可以看到还带了一个红盾，这个红盾呢，大大的在增加了图伦的 CD 啊，减少图伦的 CD。那并且呢，在对方想要追你，或是你要追击对方的时候，如果对方 poke 你的话，哦，你也可以呢缓速对方啊，并且呢造成一个良好的输出环境。那这边的话，被动是没叠到，不过对方人太多，我这个进场就有点太贸然了，因为对方后面人太多了，所以反而呢进去我就送掉了这颗人头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边看到队友准备打起来，但我们先把这个野怪拿一拿，先拿野怪比较实在啦。那这边叠好了这个被动之后呢，我们马上杀怪，看到一个夸克怪，把所有的雷鸣印记都叠在他身上。这边的话呢，直接一个大招，虽然没收到夸克，大招如果有收到人的话，是可以减少 80% 冷却时间。这边对方的灵帝很凶，我在这里等，看到这拉兹非常漂亮，我的技能都叠好了，马上进场做一个收割哦。那对方的这个赞尼尔呢，基本上逃不掉。有没有看到我的二技能呢？哦，再一次的命中他之后，他会缓速 90%， 并且呢有三秒钟。那当然他是会慢慢递减的。这边我已经发现对方的回轮的位置了，对，我们就等着他出来。他不是回轮，他是瑞克，他就想搞我了。我们瞄一下，瞄一下，完了，这边再运用一次啊，位移技能移开之后，再一次穿墙哦，再一个一技能告诉他别过来，拜拜。血量非常残，但是还是成功的活下来。那看到队友的准备要胡搞瞎搞，我这边已经先叠好了四层被动，直接打了对方的法师一下之后，被动又叠出来。这时候夸克呢被拉兹猫到，交一个闪现也没用，我大刀直接绞出来往前贴近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对方的人呢是就跑掉了。那么下一件装呢，准备带的是皇冠哦。那最后一件装我们带一个凝霜宝珠哦，有一个免疫的效果。有没有看到打这个魔龙，我的血量啊、完全不太会减少，因为我很坦啊，我真的这一套装备算真的很坦，然后搭配队友哦，直接收掉。那带出这个皇冠呢，增加我们瞬间的魔法伤害。那这边靠过来的话，我身上是有黑暗之刺，所以我不太害怕。看到对方的战鸟拿他来叠被动，刚好被抓到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这边再一次位移就可以叠出被动。大刀直接先绞起来，收掉了对方的，而且还没死，他一个免疫漂亮。但我们这边再一个一技能，我们呢还好刚有吃一个黑暗之刺，所以呢可以保住自己的一条性命。那这边队友很凶哇、哦，打进来，剩一台炮车可以推塔吗？感觉推不到，哦，这边血量有点残，赶快拉掉。那这一波的话呢，打了对方一个 ace 哦，这一波 ace 呢，基本上呢奠定了怎么样？奠定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啊。他们呢现在要复活呢，还需要一点点时间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再推一座塔。那中路这个塔推掉之后，就不要再去推他的高地了，因为这个再推这个高地的话，很有危险，就是会被他们直接一波拉掉、啊。一波打爆啊！那这边上路的兵线吃的好爽，吃好吃满，怎么那么爽？爽还要更爽，再来吃对方的野怪。好，那这个拉兹看起来是想要吃这凯撒，我是想说，哦，好，不然我们就来吃看看。
I try try. 现在我们身上有这个魔龙的诅咒，所以还是打一打，还是算了。那这一部影片呢，有蛮多进场时机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加一台大概可能两分钟吧，好不好？两分钟让大家知道一些，要学会一些进场时机的判断。我不是啥被 over 软就直接进场，是抓到一个 moment， 可以进场才进场，不要还没进场就先嗝屁。来这边这一波我们看到谁，找一个人来叠被动，就是找夸克或是找战捏。OK， 这个战捏过来了，太棒了！我直接在一个二技能往前，这边二技能还没叠好，我再一次二技能就可以叠好，直接瑞克造成90%缓速。这边收掉之后再往前进，剩下的小萝卜头一样来收割，大刀绞起来，对方的领地想走也不可能走，因为他打到我自己本身也会缓速。哦，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一波会战在敌方的攻击里乱窜的情况下，还可以有半条血活下来？那这个拉兹呢，也是算是非常强啊。这个化星型的猿，哦，你是化星型的猿，很匪夷所思啊，就是一个星型的爱心，到底是星型呢还是爱心呢？那对方基本上也不可能守得住这座塔，成功的带掉了这座防御塔，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好的，那这一部影片呢，就是我坦行图伦达耶的一个实战解说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看到一些叠被动时候的技巧，找谁叠被动，并且什么时候进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